老师，我想跟您学项目。怎么不行呢？你说话太慢，而且太没有听着。是这样，我觉得有点片面。我说话慢，我承认，但是聪明这一块，我自认还行。是吗？考考你啊。您说啊。相声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里头都有什么？都有什么？有说学逗唱啊。